烧人啊，不是那么大吗？老陈这么高高速度上降，行了行了，你别牛逼，你别牛逼了，老陈，你看，这个门，把那个 C 位沉掉，我马上把它沉掉。其实他就是找点找不对，要多练习，没事打打超级，打打任务，到任务房里面练练习定点也不错的。漂亮吗，老潘？这个点？对，我就说找了一点找对了嘛。